朋友超喜欢的球池，好玩。太好玩了，所以要重新排队再玩一次。这里真的超好拍，一起找寻怪兽的踪迹。户外也有很多好玩的套圈圈游戏，套中有奖品哦，奖品是可爱鸡蛋糕和图画纸，好吃又好玩的怪兽王国。这里是市政府广场，活动到7月21号，一起来玩吧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